好，各位早晨，咁啊，欢迎嚟到呢个新嘅一个星期嘅亚洲新闻，系啦，咁啊，即系仍然有我哋嘅台柱大师喺度啦，咁啊，即系帮手压住个场。台柱呢个字真系讲得好，系啊，即系亚洲电视咧，大师就系呢个亚洲电视嘅伟大舵手啊，咁啊，大海航系靠舵手嘅，咁啊，即系咧，就所以咧，就即系台柱就系台柱。你惊你你惊你做一年羹尧啊？吓、唔系，我只不过重申呢一个干扰啫，即系我哋要讲翻就系、是、啊，即系喺呢一个大师领导之下嘅中心嘅思想，啊，英明领导之下嘅中心咧，亚洲电视先可以有佢嘅发展空间。啊，咁呢个系非常之需要强调嘅。咁当然咧，同样需要强调嘅系咩咧？就系、是、咧最近咧自由行咧就扩大。咁啊，最近咧就因为讲到呢一个香港发展经济啦，就呢、這、一个旅游问题啦，咁啊好多嘅港商都话搞唔掂啊，咁啊即系希望咧就即系扩大呢个旅游。咁啊对此咧，国家出入境管制局咧咁就喺早两日就宣布啦，咁啊经国务院批准咧，决定咧就为呢个太原市啦、内蒙古呼和浩特啦、咁啊黑龙江哈尔滨啦、西藏嘅拉萨啦、甘肃嘅兰州啦、青海西宁啦、宁夏嘅银川啦、新疆嘅乌鲁木齐等八个城市咧，就签发呢一个来往港澳个人旅行签，最简称咧就系呢一个自由行，咁啊即系代表住咧连同呢几个城市咧，咁啊全部内地省份同埋自治市嘅省会城市咧，同埋四个直辖市咧都开放咗呢个港澳自由行啦。系第一就我相信系漸漸全咁全中國14億人都會開自由行啦，係嘛？咁就第二就係其實聽講話中國而家好似話漸漸都可能有意思啦，係取消戶籍制度咯。咁即係取消即係嚴格嘅戶籍制度，因為戶籍一定有嘅。咁但係問題你係咪隨意可以搬走咧？隨意可以改變戶籍咧？咁都可能會再依樣嘢再放鬆嘅。咁所以其實即係等於全部都嚟得啦。咁但係以香港而家嘅情況嘅話，係我相信呢一啲即係你冇北上廣深之後咧，呢一啲實際上佢嚟嘅固然係有幫補啦，但問題都唔係幫補好大啦，因為佢哋嗰個但嗰、那個消費嚟緊同北上廣深當年嘅時候，初2003年嘅時候開放自由行差好遠啦。咁我哋都係講翻核心嘅問題啦，就係、是、開放還開放啦。咁香港要做啲咩先可以提高呢個市場嘅競爭力咧？即係我哋都知道咧，內遊外遊都有好多個選擇。咁譬如話內地自己本身又多嘢玩，咁如果佢哋話去其他地方嘅話，又去日本、韓國啊、台灣啊地區啊，咁啊仲有呢一個歐洲啊。咁香港啊作為一個啊，即係其中一個旅遊城市，咁佢可以有啲咩競爭力呢？其實真係唔係好大咯，咁但係問題即係始終我都係認為係一個租金問題咯，因為你實際上你如果你冇得地嘅話咧，你咩都係假嘅。你其實係譬如話食飯嘅地方寬闊啲啊，或者係玩嘅地方多啲啊。即係我尋日啱啱有人同我講過話去深圳玩密室逃脱。啊！咁你香港玩密室逃脱，深圳玩密室逃脱就完全兩回事。香港密室逃脱就講緊係幾百尺，人哋就講係幾千尺，甚至過萬尺嘅時候，你就冇得搞咯。係啦，即係點逃脱咧？你話咁啊，室只有走到一間房度，間房得幾得50尺，然之後就有個盒仔，咁然之後你就去解謎，咁你冇得搞嘅。其實成個世界咁，人哋你去到係好多玩嘅地方，咁你 shopping 啊，其實而家內地都有咯，同埋太過名貴嘅 shopping， 即係而家因為。以前的時候嚟香港咧，啲人就係買名牌咯，係啲有錢人啦。而家你去到依啲咁嘅二三線城市嘅話，嚟嘅人係越嚟越窮嘅。咁所以咧，你就要有翻啲窮人嘅娛樂。咁如果啲窮人嘅娛樂，咁當然而家呢一啲窮人娛樂，如果深圳咁，你係如果你係去一啲香港，咁佢可能直接落嚟。咁於是乎咧，係你最少都有酒店啊，或者飲食啊咁樣。但係你希望佢買多啲嘢，或者消費高啲，或者高消費，你有一啲高消費嘅地方俾佢哋去先得咯。係啦，香港係高消費地方，其實係唔夠。如果你真係要去玩嘅話，玩遊艇啊，玩風帆，玩下啲海上活動啊。但係香港因為又係啲霸權喺度霸住啦，咁海上活動係非常之貴。其實香港喺東邊咧，即係將軍澳或者係西貢啊，咁嗰邊嗰一個狀況咧，係好靚嘅海嘅，係可以好玩好多嘢嘅。但問題就係、是你遊艇會都唔夠咯。即係譬如我哋去嗰、那個叫做蔚藍海岸，
蔚蓝海岸，哇！一去到，哇！嗰只船咧就行咗六七个城市，然之后咧，跟住之后就每一度地方都有一啲系嗰啲叫做系游艇会啊，咁入到海，哇！可以大肆开 party 啊，咁即系香港系冇呢啲咁嘅嘢玩噶咯。咁我相信诶，水上活动系可以大肆去搞嘅。不过问题就系香港俾啲有钱佬垄断咗咯，因为喺外国嚟讲，一啲中产阶级都系学玩好多水上活动，咁呢啲就系高消费咯。咁啊，即系亦都有人就话啦，香港嘅特色除咗呢个维港啊、烟花之外啊，咁最近咧佢哋睇呢咩九龙寨城，知唔知乜嘅城寨电影咧？咁佢哋觉得呢一本本身九龙城寨啊、霓虹灯啊呢一啲咧，都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先系即系叫做咩香港味道。咁有啲人就话借此就话啦，咁不如直接起埋影楼算数啦。咁既然即系影城算数啦，咁既有呢、這个拍电影嘅需要，亦都可以俾游客过去望。咁你又 keep 到个景，咁样即系呢个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出路咧？而家影城小影城啊，嗰啲全部都拆晒，全部都拆晒啦，系咪？咁而九龙城寨都拆咗啦，当年嘅时候，咁所以实际上呢样嘢系唔存在嘅。咁而九龙城寨而所有影城嘅话，啲系阿冼师傅有个佛山电影城啦。咁大家好多影城，但系都唔系。香港咯，如果去影城啊，不如去横店影城啦。實際上你係做唔到，即係你冇咁多，你冇咁多景可以做到，因為亦都係土地問題。雖然香即係唔通你鏟咗個平鏟平咗山頭土地嗎？然之後你又希望人哋嗰啲叫做係深度旅遊，然之後嚟香港搞嗰啲叫做咩啊？去香港行山咯，大家搞乜鬼啊？呢啲林超英嚟講嘅，林超英當年佢話，只要有秩序咁行咧，行山係唔會影響到生態噶嘛。我而家當初嘅時候已經嚴正咗駁斥佢行山，只要有人多行嘅話，就一定會影響到生態咯。但係當初嘅時候，嗰啲行山撚係完全唔會理呢件事咯，即係認為行山啊可以作為一個旅遊點，其實呢樣嘢冇可能發生噶。我純粹係覺得，如果要行山，點解唔直接去行黃山咧？情況是所有行山的人呢就好像去滾的人那樣，你真的不知道凹滾是怎樣行山，是他們要行不同的山，即是說 去滾的人說，為什麼家裡有個這麼漂亮的老婆，即是那個叫Hugh Grant 當年還你是會叫雞呢？其實是那件事是會發生的，因為你要行一些美國還沒行過的山。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呢个自由行扩大，咁啊，似乎咧就即系对于嗰个前景啊，即系唔系话特别看好喎。又唔系嘅，咁佢肯定系有帮助嘅，尤其是最初嘅时候，啲人嚟得少嘅时候系有帮助的。不过问题就系、是个帮助唔系好大啦，因为你个 base 好大啊，你 base 嗰一年几千万人，一年几千万人。當你的 base 去到咁大嘅時候咧，你再能夠加到幾多人？加十萬人，你係加一二十萬人，你係完全唔覺得嘅咯。咁所以即係你而家你話而家呢八大城市咧，咁你同原本離開嘅北上廣深啊，或者其他二三線城市嚟到你加八個嘅時候，你的 base 咁大，你係增加唔到幾多？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自由行啊，似乎咧就即係對於拉下落嚟咧。短期有幫助，長期就即係都係要固本培元翻。幫助不大啊，即係，但係咧就即係呢家嘢雙向噶嘛，既有呢、這、一個即係叫做內地人來香港，亦都有呢個香港人北上消費。咁啊，不過今次呢一個就唔知算唔算北上消費啦，因為都係一啲附帶嘅嘢。即係舊年咧就即係成為咗港人北上重要行程嘅深圳三寶會員商店咧。咁啊，即係有報道就係話啦，咁佢哋呢一間商店咧就準備計劃兩個月之內咧就喺香港推出呢個電子商務服務，咁啊提供呢個網上購物同送貨服務。咁只要香港顧客成為會員咧，咁你喺呢個網上邊買夠大概599蚊人仔，即係大概港紙660蚊咧，咁就可以免費送貨，甚至連呢個三寶團都慳翻啊！咁啊～即系咧，依家咧就做埋網購咯喎，因為太多三寶團。咁呢個亦都咁講啦。大陸網購係成為香港網購同大陸漸漸一體化咧，係大趨勢。而淘嗰啲人話我識得好多朋友話：喂，你哋想係中港一體化，想我哋更加愛國啊？最緊要就係淘寶嗰啲係黃絲嚟噶，深黃嚟噶嚇。淘寶是可以，應該是可以是免運費，或者好像大陸那樣運費那樣的成本那樣的時間，跟大陸一體化，那我就會親中了，是不是？
啱唔啱啊？即係而家即係始終我哋淘寶我唔知道中間會唔會買平淘寶同拼多多喺大陸度運到嚟香港，始終你需要個手續係麻煩過大陸運大陸噶嘛，好多嘢。佢話只要不如作勝中國一體化啦，咁樣咁個情況咁三無超市都係啦。咁我諗最大影響都係亞運危機啦。嗯，係啦，即係。亦都翻翻個問題啦，即係點解香港電商搞唔起咧？嗰個咩話？個市場太細，其實香港而家以前嘅時候，即係咁講啦，香港搞唔起咧，就好似英國同埋日本點解會衰落一樣。以前嘅時候喺佢哋嗰個年代咧，咁喺日本同英國咁細規模的國家，人口密集嘅島國咧，然之後佢有好多船去走咧。咁係非常之係適合當時嘅時候嗰一個分工的精細程度嗰個發展，所以呢啲咁嘅島國咧就去首先就崛起咗先。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係大陸嘅世界，而家係當你起咗咁多嘅時候，當你起咗咁多路啊、基建咁平嘅時候咧，你做大陸嘅世界。咁所以咧係。香港咁細，你700万人城市咧嘅城市咧，係冇辦法有發展嘅。即係我哋咧，即係台灣仲勉強可以，即係話台灣咧係仲可以係能夠做到係譬如拍電影啊，佢仲可以有一個本土市場。香港係乜嘢嘢都唔可以本土市場嘅，以佢而家呢一個規模，所有本土市場以香港嘅規模嘅話，我哋拍電影，即係台灣就係大概成三島啊嘛。我哋拍。成三島就啱啱好可以能夠仲有可以拍到啲本土片，你可以生存到。香港呢個咧就啱啱就係生存唔到，即係話咁你咪人哋拍500万，你咪人哋拍600万，你咪拍200万咯，啱唔啱啊？咁啱啱你嗰個成本你就生存唔到。所以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是一個而家分工咁精細嘅時候，你所有嘅成本你只是靠香港市場你做不到，你又打不分大陸市場，所以你只能被人侵略，即是等於你會見到現在那些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你完全搞不定的就是那些所羅門群島啊，即是那些太平洋小島，那些是完全你怎麼搞都搞不定的，因為實際上你那個成本，你那個本土市場太小。咁頭先提及到嘅就係、是香港電影啦、啊，咁其實真有啲嘢想問嘅就係話啦，好多嘅香港電影最近出咗嚟啦，咁但係咧就即係你話咩一啲如果係拍好似以前 SIPA 嘅嘢咧，啲人就話港味唔夠啊，咁即係唔咧香港觀眾又好啦，還是內地觀眾都好啦，都話啊好似同以前嗰啲爭緊啲喎，無間道啲爭緊啲喎，咁但係你話最近拍嗰啲。港味夠嗰啲啦，啊又好文青啦，又好心間細作啦，咁但係又話呢一個太過港味濃啊，咁嘅結果咧就即係似乎對內市場就頗好，對外嘅銷售就不太好。咁呢個狀況之下，咁其實香港電影應該拍乜春咧？我都唔知道，但係問題就係、是、九龍城寨唔錯咯，但係佢港味好濃啦。但係問題是港味，你知唔知而家港味濃嘅意思係咩啊？即係睇九龍城寨覺得港味濃嘅意思就係睇下老餅做主角咯。雖然有些伍允龍啊、喬正夫啊咁喺度咧，雖然係固然打警匪啊咁嗰啲啦，但問題都係老餅做主角咯，即係新人帶唔到咯，冇一啲30岁嘅時候嘅成龍啊，或者係30岁嘅時候嘅周星馳啊。嗯，即係除咗呢一個故事劇本之外，仲要嗰個人嘅主角嗰個配合。其實我覺得聲係最緊要，即係如果你主題同埋聲玩兩樣嘢，即係以前成日周星馳拍笑片。或者是周潤發拍槍戰，成龍拍打鬥，那就是那一個人的那一個 類型的片咯。所以現在人就變咗全部真的孭到的就是老人家，而且沒有一些新的類型的片。以前的選拔和現在的選拔，或者以前的培養和現在的培養有什麼分別呢？為什麼即以前就說很多星，但是現在我們就說這麼少星呢？我講不到個狀況，但是因為你現在嗰陣時其實打的時候，周星馳就是一個異類嚟嘅，但係打的時候是大家撞出嚟嘅，真係撞出嚟，真係撞到一個成龍出嚟嘅啫。即係你冇嗰個狀況，你就拍唔到咯。即係真係無端端撞到一個成龍出嚟嘅啫。係啊，成龍係突然之間喺警察故事度突然之間變咗做第二樣嘢咯。嗯，係啊，真係完全係一個好彩，即係天不生聖人啊，萬古如長嘢啦。嗯。咁啊，即系呢一个咧，就系香港电影同埋呢一个电商。首先撞到李小龙出嚟先，亦都系撞翻你，就系撞到李小龙，再撞到成龙。嗯，
咁啊，當然啦，呢、這、一個就係講到就係一啲行業嘅問題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就話啦，經濟搞唔搞得好，最緊要就係呢一個23條做得好唔好嘅啫。咁啊，即係23條立法，引子嚟啫，冇咁。哎呀，23條立法之後咧，咁啊，社會有聲音就關注啦，話批評政府都被視為煽動。咁啊，即係甚至咧，就即係有立法會議員曾經就話呢個小紅書自講言論啦，結果又俾人嚼到咧，連 Facebook 專頁都即係嚇到要下架。咁啊，對此咧就即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啦，咁啊，歡迎市民批評政府啊，先可以令到社會進步。咁啊，做人呢啲氣量咧，咁啊，即係對於司長嚟講就冇乜所謂嘅。咁啊，即係司長嘅講法就係話啦，你話我蠢過只豬，唔通我真係蠢過只豬咩？唔會噶嘛。咁啊，就自稱咧，就真係絕對相信所有官員都有氣量，盡可能咧就俾人有暢所欲言嘅感覺，先係香港寶貴之處。咁林，我當然係同意林定國嘅講法啦。但我只係想問你，林定國嘅官職大定係李家超嘅官職大咧？咁啊，喺架構上嚟講，特首應該係最大嘅。咁如果特首講完之後，林定國再講，會唔會有澄清嘅作用咧？我諗要李家超出嚟講先得咯。啊，即係亦都即係，即係好震驚啊！李家超講咗呢句。O K， 咁你林定國，你用佢點解釋嘅話，不如叫李家超講咯，好嘛？即係好簡單咯，係咪？咁係咪真係完咗啊？呢一個討論係可以。呢一個討論就係講咗咯，就係李家超當初嘅時候講，佢話嘅時候，的確係好令人哋震驚咯，啱啱？咁亦都係令到謝偉俊議員係震驚咯。咁然之後林定國就出嚟講呢啲嘢，咁就係一句話啫。咁究竟仲有就係、律政司司長、去告去提供個控訴啦。咁國安公署同李家超嘅關係係咪可以凌駕於律政司司長之上呢？如果佢哋堅持去告一個人，律政司司長去搜集證據嘅時候，會唔會話、我哋咪咁樣都唔係告啦？咁同國安公署講，不如唔好告呢個人啦。即係呢樣嘢叫李家超出嚟講講啦。咁啊，即係呢個咧，就主要係因為講回應翻嗰個《願王永居香港》呢一首歌嘅禁制令啦。咁啊，即係主要係講翻23條。嗱，而家講《願榮安歸香港》就第二件事啦。係啊，嚇！如果講謝偉俊成個究竟會唔會當初嘅時候，李家超講啊謝偉俊咁，就係第二件事嚟嘅。咁《願榮安歸香港》，我相信今時今日都唔會有人咁唱嘅。嗯。呢件事有小事啫，但系而家所以大家關心嘅就係我哋究竟評論使唔使要免責聲明啊？啊，係唔係每一次評論都要免責聲明啊？即係香港係應該你條紅線究竟畫到邊度咧？咁我相信因為而家條紅線就係行政長官畫啦，咁我哋應該需要行政長官出嚟澄清呢樣嘢啦，而唔係律政司司長出嚟澄清。嗯。咁啊，即系呢个就系23条嘅情况啦。咁啊，即系系咯，即系唔好下攞条23条出嚟答人咯。即系我觉得你系做市民觉得好难受咯。嗯。咁啊，讲完呢个之后啊，咁啊，即系都讲翻呢一啲有趣啲嘅新闻啦。咁啊，包括咧就即系最近咧就即系由琴日啦，就系一个叫发牛豆大赛。咁啊，即系点解会有呢个发牛豆大赛咧？咁啊，边个搞嘅咧？咁啊，睇翻呢个新闻咧，就系话啦，主要咧就系呢个旅发局联同呢个海滨事务委员会同香港游乐场协会搞嘅。咁咧就系话啦，因为要关注呢个精神健康啦，咁啊，所以咧就想大家放松咧，就整一个发牛豆大赛。咁点打咧？就系话啦，参赛者咧就喺60分钟之内咧就保持呢一个思绪一直放空，咁胜出者咧就可以获得最强发牛豆称号。咁样点样衡量咧？就系话啦，即系每20分钟咧就会有呢个工作人员过嚟咧 check 佢哋嘅心跳啦，同埋 check 佢哋嘅其他嘅一啲嘅即係主要都係心跳啦，咁就即係確保每一個嘅參加者咧放空狀態。咁啊，琴日咧就即係都係比緊第二場啦，聽講啊，咁啊，只不過因為落雨嘅關係咧，咁啊即係大概咧就縮短咗啲時間，咁啊大概係俾咗40分鐘左右。呢、這個幾好笑啊！咁但係乜發牛豆同心跳有關係？這個真係唔係好知道咯。因為佢覺得諗得多嘢嘅話，心跳就快啲；咁樣諗得少嘢嘅話，發緊牛豆冇嘢諗，咁心跳咪跳得快。我唔係啲腦電波活動啊，咁嗰啲咩？太過精密就 check 唔到啊。係，咁就係、是、呢、這個最重要嘅就係、是其實係咪可以揾到外國嘅傳媒嚟訪問啦、啊？即係我
最重要的就是這些無聊的東西，其實只有外國只是一個作為宣傳作用，如果只是 本地搞就沒什麼意思。嗯，即係我哋成日都睇見西方有啲咁嘅比賽，有啲咁嘅大賽啊，咁然之後咧就有啲外電報導啊，咁報導咗之後，我哋啊依幾個人喎咁樣啦，咁所以係依個不失為一個宣傳方法啦，但問題就係揾到幾多鬼佬傳媒過嚟報導。嗯，即係其實搞呢啲無聊比賽或者搞呢啲大賽係其中一個宣傳方向，甚至係一個旅遊可以諗到，係可以，至少人哋留意啊香港，即係香港成日都俾人哋睇到，即係嗰個城市咧，你如果做宣傳嘅話咧，做一啲遠性宣傳，成日都俾人睇到有新聞嘅，咁即係當然係好嘅新聞啦，唔係話暴動啊、示威啊，跟住之後打砸搶啊、死人啊、失事啊咁嗰啲嘢咯，有啲好嘅事，一啲有趣嘅事俾人哋睇到嘅話，覺得依個城市係一個 interesting 嘅，咁係有作用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度究竟有幾多人報導，我就會成疑問啦。即係唔好俾香港人，淨係香港人睇到就唔夠咯。即係呢啲，因為我相信參加嘅人都唔會話真係認真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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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所以最重要都係宣傳咯。嗯。咁啊，不過咧就即係拍片咯，即係或者係發俾有好多人睇啊，咁嗰啲啦。嗯。咁啊，即係啲人就話啦，搞呢個法律大賽主要就係關注精神健康，咁同埋呢件嘢有兼容啊嘛，咁啊即係搞啦。咁其實關於精神健康嘅話，咁係咪即係我就話，譬如話翻工或者係課或者翻學嘅時候，都要得閒整個發牛豆時間俾佢哋咧？其實我真係唔覺得發牛豆可以有精神健康。諗嘢少咗啊嘛！我老實講咯，如果你叫我講嘅話，我寧願如果你講精神健康，應該有時係諗下你鹹濕嘢啊，諗下你笑嘢啊，咁你嘅精神會健康啲咯。如果你成日發吽豆嘅話，我唔相信。如果你發吽豆嘅話，並唔係相，你並唔係有精神健康嘅一個狀況咯。應該嗰樣嘢唔係個發吽豆，唔係你特登去發吽豆，或者可能你係去到一啲好舒服嘅環境之中，令到你咩都諗唔到嘅。咁咪先咯。如果你刻意咁發吽豆嘅話，通常就係、是可能譬如坐監啊咁嗰啲咧，就會好刻意咁發吽豆咯。啱唔啱？即係你個人已經發咗呆啦，所以呢樣嘢本身其實就係、是如果你要我講嘅話，精神健康同埋睡眠健康，我真係唔覺得，我覺得就係戇撚柒鳩咯。咁啊，即係證明大家有嘢做得好。即係一個男仔有咩嘢好得睇？如果你係精神健康，有咩好得睇 AV 啊？嗯。咁啊，所以呢個發牛豆大賽咧，就聽講會俾埋。應該比完啦，因為其實仲有就係睇韓劇都係發吽豆嘅一種嚟嘅，或者甚至係睇 TVB 都係發吽豆嘅一種嚟嘅。因為無聊，因為唔使用腦啊嘛。哦，即係 TVB 就係你做到你一個完全，即係我講俾你聽，睇電影同埋睇電視劇嘅分別啦，好唔好？電影你係一個非常之集中嚟嘅，你係好 concentrate， 你係好曬精神嘅，因為佢本身好 compact 嘅個 message。電視就係、是、哇，大家食飯嘅時候睇睇啊，跟住聽下電視，聽電視啊嘛。咁係一個完全已經唔使用腦，其實已經等於發吽豆啦。OK， 即係話電視嘅特色，所以電視嘅特色好 loose， 所以你煲劇你可以你嗰啲人一煲十幾個鐘頭劇，咁但係問題你其實睇十幾個鐘頭電影你好辛苦，煲十幾個鐘頭劇你舒服啲嘅，所以我覺得嗰一種已經係一種發吽豆咯。或者你啲唔係你坐喺度發吽豆啦，而係你睇見嗰啲嘢過嘅時候，你完全唔使 用腦啲嘢就發吽豆咯。所以本身呢樣嘢本身係我相信係呢個發展局同海運事務委員會同埋香港遊樂場呢啲係即係又係又要講個粗口就唔知做乜諗。咁啊，即係總之都要揾嘢做嘅。咁啊，即係不過咧，又即係講完呢個香港之後咧，咁咪講下啲久未露面嘅台灣新聞啦。咁啊，最近咧就即係呢單單就冇咁歡樂啦。咁啊，因為咧就係涉及到滅門案。咁啊，即係台灣新北市三重區咧，咁啊，即係最近咧又傳出過呢一個祖孫三代三屍命案。咁啊，即係有包括就係一個69歲嘅老婦啦，30歲嘅女啦，同埋呢個3歲嘅孫咧，就被發現咧就即係瞓喺睡房入邊同一張牀上邊。咁啊，即係基本上咧就死去多日。咁啊，即係基本上台灣警方咧就鎖定咧就係話啦，佢30歲女死者嘅丈夫24歲嘅姓張嘅男子咧就涉嫌呢一個嘅即係呢個佢滅門案。咁啊，即係
就拘捕了他。咁啊，即係據初步了解咧，咁就即係呢一個嘅男子咧，就喺一號嘅時候懷疑呢個老婆出軌，咁啊，即係喺爭吵之中咧，就碾死咗佢。然之後隔日咧，就因為呢一個錢嘅問題咧，就同呢個外母咧爭執，咁啊，即係懟冧埋呢個外母，咁同埋就順便殺埋呢個三歲嘅繼仔。咁啊，即係事件啊，即係涉及到三條人命啦。咁啊，更加即係多嘅細節就係包括就係話啦。咁啊，即係呢個男子咧，咁就碾死老婆之後咧，咁啊，甚至咧就將老婆就擺喺牀上邊啦，然之後就同佢咧就瞓條屍瞓埋一晚啦。咁啊，即係加埋三條屍都喺間房度啊嘛。咁所以咧，其實計翻埋咧，佢就同三條屍體咧就共處咗五日。咁啊，即係呢一啲啊滅滿案啊，咁啊同屍體共瞓啊，同出即係甚至同房啊呢一啲嘅獵奇元素咧，亦都即係增加咗呢個事件嘅關注度。嗯，我好多時候會同個女仔講咯，嗰啲女仔如果俾人哋打過或者家暴。我講啦，我同佢講，放心，我絕對唔會打你嘅，嚇，因為我未必夠你膽。O K， 即係打人嘅首先嘅條件就係首先要打贏佢先啦。咁但係因為我武功太差，所以就係會咁嘅情況。即係男人好多時會發生呢啲事咧，就係家暴啊咁。但係呢一啲咁嘅家暴或者呢啲咁嘅狀況咧，好大程度上啦，即係如果殺啦，雖然我見到好多有錢人都曾經試過家暴過啦，包括有一個姓林嘅啦，有一個姓馬嘅啦，咁都曾經試過被爆出個家暴啦，都係非常之有錢嘅富豪家族啦，即係脾氣好差。咁就係、是、但係嗰、那個呢啲咁嘅家暴咧，如果係講喺殺人呢一種咁嚴重嘅情況啦。因為有錢的家暴很容易能夠解決的，之後揼完你一身之後綁啲水俾你，咁又解決了呢個問題，咁就不會鬧出嚟。但係呢啲咁嘅家暴咧，好大程度上你會殺到咩人？就係、是、你因為佢話佢係新北市啦，佢就話係懷疑個老婆走路。嗯，咁佢如果24歲一般嚟講咧，佢24歲，老婆30歲啦，即係話嗰個人咧，其實會好大程度上咧，你係 rely on 佢嘅，嗰個人係你嘅一切嚟嘅，咁所以你就會係，所以你就會係咁樣嘅情況。嗰個人係你，因為嗰個人對你太重要啦。你冇咗佢，你唔知點樣生活嘅時候，你就會突然間你會發覺佢出現呢個問題嘅時候，你就會將佢殺咗佢咯。咁所以即係大家究竟你認唔認愛一個人愛得好深咧，係一個永遠係一個男女關係嘅一個矛盾嚟咯。就係、是、你愛到你嗰個人愛得你好深，冇咗你唔得嘅時候，咁你又大禍啦。咁但係嗰個人唔愛你，你好大禍啊。咁所以究竟你揾一個愛你嘅，揾個唔愛你嘅人咧，啊呢、這個就係一個情況。嗯，咁啊，即係都有報道啦，就係話啦，呢一個嘅。張姓男子啊，即係24歲啫，咁但係因為詐騙做通緝，咁啊即係驗證咗頭先嘅講法啦，即係你喺法律上都係乜春都冇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即係都喺呢個狀況之下，似乎咧即係靠住老婆都重要。係啊，咁你老婆勾佬，咁你就好驚咯。係啦，嗯，咁啊即係有乜防備嘅呢家嘢？你只係唔防備俾人殺啊？首先嚟講，你唔使驚啦，我諗你唔會俾女殺啩。唔係，即係 I mean 啊，即係譬如話以女性嘅角度嚟睇，點樣防備呢一啲情況？揾個好似我咁樣武功低啲嘅啦，首先就係、是、嚇。咁同埋揾一啲你要揾一啲冇條件、有條件嘅人。咁但係你揾有條件嘅人，嗰、那個人就會飛你啊嘛。啱唔啱？你揾啲冇條件嘅人，佢就會殺你；揾一個有條件嘅人，佢就會飛你。所以呢個女人永遠會遇到嘅問題咯。嗯。咁啊，即係當然啦，呢一個嘅案件咧，仍然在調查中啦，咁啊都有不同嘅消息出緊嚟啦，咁啊睇下之後會唔會啊跟進啦。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咁啊都講翻呢個國際新聞啦，咁啊即係咧對即係繼續講翻以巴啦。咁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咧，咁就喺琴日表示咧，就係話以色列咧仲未有呢一個保護拉法140萬巴勒斯坦平民安全可靠方案。咁警告如果以色列對呢、這個拉法咧進行呢個大規模攻勢咧，咁但係咧就未剿滅到呢個哈馬斯武裝分子嘅話咧，就可能會引發動亂。咁啊，即係呢個講法咧，就似乎咧就即係代表住美國都仍然唔係好支持以軍喺目前呢個階段進攻拉法。佢因為暫停咗同拉法之supply 啲武器俾以色列，咁所以咧就係、是、因為所以就即係話佢講佢點解佢唔去 supply 啲武器俾以色列，就會有呢種講法。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我諗美國唔 supply 啲嘢俾以色列最大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國內有好多反對聲音，
同埋國內國外有好多反對聲音，咁所以佢暫時要睇一睇情況。咁就而係喺拉法嚟講咧，其實以色列已經打咗去啦。咁問題就係佢究竟，我好懷疑佢能唔能夠係可以打咗入去，可唔可以殺到所有嘅哈馬斯咧？呢、這個真係野火吹不盡啊！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究竟佢哋，因為而家我哋做嘅特輯應該會係喺星期三度會播嘅。究竟佢用咩方法喺度揾識別嘅嗰啲哈馬斯分子啊？咁我覺得識別嘅咩？嚇！所有巴勒斯坦人都係哈馬斯咪得咯？啊，嗰個問題就係咁啦。咁但係問題你唔能夠殺140萬人噶嘛？咁所以究竟點樣識別咧？啲電腦點樣識別咧？我同阿 Gary 做咗個專輯，咁又會喺星期三度播。咁就所以佢識別嗰個方法啊，或者所有嘢啊，應該係我認為係會。咁你死剩唔好講，咁你死剩幾百個，只要啲錢係一路喺伊朗嚟嘅話，咁佢再生完之後就再嚟翻。所以實際上佢都叫做係，只不過叫殺下人啦、啊、試下粉啦、啊。咁然之後就最重要就係搶咗我哋地啦。我覺得其實真正關心、真正嗰、那個。最違反國際法的就是你攞得搶了8公里的地啦。咁然之後就係但係人哋最關心的就是殺人啦。因為殺人嚟講140萬人，你就算死200,000人都唔係好大關鍵性影響嘅。雖然喺人道上面好大問題啦，但係即係你冇得彌補，因為巴勒斯坦以佢生仔生得咁快嘅話，係好容易能夠填補得，唔使好耐就填補得呢個狀況出嚟嘅。咁所以但係以色列去到呢一個地步嘅話，究竟美國要保佢保到邊個地步，或者美國會喺個國內嘅有咩反應？咁而哈馬斯嘅時候，啲人就話哈馬斯放曬啲人啊，放咗30幾個人啊嘛，人質啊嘛。其實啲人話哈馬斯點解放曬人啊？驚啲以色列，其實唔係，因為哈馬斯諗住而家就橫掂都冇所謂啦。而家實際上唔存在打同唔打問題噶啦。哈馬斯嘅反唔反抗，其實哈馬斯今時今日打到呢一個地步，佢呢十年內都唔可以作出任何進攻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美國國內嘅反對啦，或者係真主黨對佢嘅攻擊啦，因為真主黨而家好似話係好無聊咁樣咧，放咗燃燒彈去燒以色列嗰啲郊外咁，真係再咁，即係放燃燒彈啊，去啊！我唔係打你啲城市，打你啲打你嗰啲咩？等你大火災啊！咁即係真係好。好無賴的行為，你真的耐佢唔忘，即係嗰啲不停去到你做騷擾啊！咁所以哈馬斯而家就要擺出嚟就話我預置談和啊，咩都唔理噶啦。咁其實因為佢點起個火頭，佢實際上喺戰鬥方面或者喺所有方面，佢其實係已經係完全冇幫，完全係對以色列冇殺傷力嘅。所以嗰件事係蝴蝶效應咯，你唔知去到邊度。咁啊，當然咧，頭先提及到就係美國國內嘅情況啦。咁啊，即係似乎大學嘅示威都仍然持續。咁啊，因為最近咧就畢業季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唔同嘅大學搞畢業禮嘅時候，都出現呢個學生離場抗議嘅事件。咁例如呢一個啦，就係杜克大學咁啊，北卡羅來納州咁啊，即係5月12日咧舉行畢業禮。咁但係期間咧就有幾十名嘅學生咧就離場抗議，因為咧就即係呢一個主講嘉賓啊，即係喜劇演員宋飛咧 Sam Fit 咧，咁就喺加沙戰事入邊就支持以色列。咁啊，即係除咗呢一個宋飛即係除咗呢一個杜克大學之外，其實其他大學都有出現過類似嘅情況。咁啊，包括琴日嘅即係其中一間嘅聯邦大學啊，咁都係因為個州長啊咁啊講話嘅時候咧，咁都有大量嘅人就離開咗，咁等等等等。咁啊，即係呢個嘅情況啊，似乎咧就即係仍然都係處於一個比較激進嘅，即係比較。高烈度的一個抗議情況。那個狀況就是呢，從來呢演藝界或者藝術界呢都是反政府的。你知道香港藝術界演藝界是幾反政府幾旺的啦。咁呢在美國嚟講呢，演藝界不嬲都係左派當道的。咁呢就是大家都是反政府，譬如反越戰啦，或者反呢啲咁嘅嘢嘅，即係從來都是有咁嘅傳統嘅，控訴政府啊咁樣嗰啲嘅 ，OK。咁但係美國由於咧已經被猶太控制咗咧，所以呢個就調翻轉，而家就成個演藝界咧就變得撐以色列啦。所以即係等於香港咧個演藝界咧有一堆人咧係
有一堆人是黃啦，但係有一堆濕藍噶嘛嚇。嗰啲濕藍因為個個要北上揾食，有北上揾食嗰啲有大陸市場嗰啲咪濕藍咯，冇大陸市場咪夜鬧政府咯。即係呢個就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喺美國嚟講都幾入面到，就係好少反政府，除咗好似 Angelina Jolie 啊，有至少數少數係反以色列嘅。一去到以色列問題嘅話，嗰啲人全部突然之間全部轉曬向嘅，好奇怪。就是這樣，但是這些學生怎樣，即是畢業的時候走佬，其實你問是不是真的很hurt的嘉賓呢，又未必那麼hurt的，即對於他們來說是演講而已，演講的時候有人走了就走了咯。那就是你請我過來的，你請我過來的，你這樣是什麼意思呢？你的校長請我過來的嘛。那校長請我來的，學生可以不給面子的嘛。是，那學生周時都不給面子校長了。咁啊，但系就即系大家都系话啦，咁喺随住呢个美国啊 chief 啊，即系喺度做一啲咩暂停啊、重新倾啊，咁呢个状况之下，可唔可以挽回翻部分学生啊？即系对于呢个政府嘅支持度咧，或者系对于呢个选情嘅，会唔会有啲咩新嘅影响咧？第一，你呢两个问题嚟嘅，政府嘅支持度，咁你就要睇，咁而家意思系打咗加沙噶啦嘛，打咗拉法啊。打咗拉法嘅咯，咁所以應該個支持度係應該係就算唔 supply 武器嘅話，都唔會好多好多。第二就係講緊選情啦，咁選情其實就係兩個都係支持以色列嘅啦，不過拜登因為喺當權嘅時候就會差啲啦，即係而家佢當膽，但係有啲好準嘅，即係從來都準嘅民調啦，就會認為係都係拜登贏啦。因為兩個咧支持以色列嘅實際上冇乜關分別不大，只不過拜登係喺當權就啱啱而家執政緊嘅時候就啲人會賴拜登咯。其實兩者都冇分別。咁啊，所以就即係嗰個選情其實對於呢一件事嚟講，兩邊都係降分噶嘛，即係兩邊都打和。係唔係打和？始終執政嘅拜登係會差啲嘅。差好多嘅。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呢一個都仍然係聯繫到。即係呢個重要的選舉咧，咁應該係今年年尾選啦，冇記錯嘅話。係啊，咁啊，即係都仍然有七個月時間，咁啊，即係究竟大家會唔會喺呢一個即係選舉上面花心思咧？咁啊，即係就係一個而家全部大家都係選舉噶啦，係啊。咁啊，即係之後會唔會為咗買選票而即係做一啲嘢設網絡制肘以色列先？嗰樣嘢同係以色列無關咯。你意思係基本上板上釘釘，你冇得唔撐咯。所以就係呢一個嘅走向啦。咁啊，即係呢一個隨住呢個示威越演越烈啦。咁有啲人就會形容係一個美國嘅，即係叫美國嘅2019或者美國嘅2014啊。嚇！即係會對呢一個未來嘅呢一批嘅新入去大學生有幾大嘅影響咧？咁要睇下究竟係2014定2019咯。2014的時候你好大鑊啦，但係收尾2019的時候簡直就是一粒鼻屎咁細啦。咁究竟2014、2019咧，究竟佢哋會點樣處理咯？定係再大鑊啲咯？即係2019都係處理到噶嘛？係嘛？2014又處理，2019到最後雖然大鑊都處理到，會唔會一個處理唔到嘅狀況？依、這個就係Elon Musk 講美國會唔會發生內戰嘅問題啊嘛？你有冇聽你嘅故事啊？咁唔會因為一件外國事件發生內戰噶嘛？Elon Musk，Elon Musk 話會唔會發生內戰？佢講喺 Twitter 喺 X 咧度答案係100%，係100% Elon Musk 講。咁話因為發生過啊嘛，咁所以咪會咯。會內戰喎、咁要睇佢 past tense 定 future tense。咁future tense 啦。咁但係問題內戰都發生過嘅。咁啊，即系呢个就系情况，咁啊，即系都冇乜嘢好讲啦。咁啊，即系要睇翻呢个以色列嘅军事行动系如何啦。咁啊，今日咧就暂时去到呢个先啦。好，多谢，多谢大家。